趁科比在那个更新那个 list 的时候，跟大家说明一下，那个今天因为有这个奖品哦，所以我们需要进行一个那个票选，热门你觉得今天是最有趣的 project。好，那进行的方式呢是在这个 Slido 这个网站上面，那你进去之后就打0806。零八零六。哎，对，今天是零，你是你自己设的吗？对，哦，我想说为什么刚好是今天，因为他那个平常是 random。那进去之后就会看到一个什么画面呢？就是你大家会看到一个这样的画面，那会有两边啊 ，question 跟 pool。那我们主要会用这个 pool 的功能来投票，所以一个人有五票，啊，就可以勾选。那同时如果你想要问问题的话，就是如果这个 project 就是今天 present， 然后你可能等一下急着要落跑，没有时间去找到这个人的话，你也可以这边问问题，好，你就可以说，哎，你这个 project 的某个功能是怎么做的啊之类的。那之后大家也可以在这边看回答。好，但重点就是我们今天用的是这个 pause 的功能。好，那所以你就是投，比如说这个讲到就 send， 就这样。好，最后我们就会统计出，前五个热门的 project， 今天就会获得这个文青别鬼扯团队所赠送的神秘礼物。其实应该不用神秘了，可以跟大家说是什么，是那个精品花生跟那个方块酥。好，然后共有五份，还有火龙果干，因为我有偷吃，很好吃。好，哎，登记完了没有？不要灌票啦，大家是文明人。可以登票网址再登记一下。哦，再一次，在那个 Slido， S L I D O， 然后打0806。哎，接你要登记进去。好，那现在那个登记已经就是告一个段落了。那等一下，如果你还突然要加进去的话，请你跟那个在 Air 就是 Slack 上面跟科比讲一下，他才会把你加进那个投票的列表。Jacky 在吗？好，那我们就准备开始成果报道，好不好？好，那 Jacky，、欸、那个台湾龟在哪边？那我们就准备好不好？我们人都不在。哎，赶快进来，成果要报告啊！别人报名不进来。好，我要报告了。